我们在新加坡的妈妈都很着急，要想办法把奶寄出去。由于现在两边关卡都关了，都寄不出。还好遇到好心人，遇到 YB， 遇到一些很肯付出的妈妈，为了我们争取再争取，顺利的把奶寄回去给孩子喝。这一刻的感动，是想谢谢那些曾经为我们付出的人，还有我们的孩子可以喝到人奶。希望大众可以了解我们这些妈妈也是逼不得已才要去国外工作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我们尽量做到最好，希望你们可以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。YB and Juju 可以协助到我们，我真的很感激，甚至我也很感动。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参与这次的运奶，我把机会让给了那些比较紧急的妈妈，因为他们的孩子生病了。看到今天那么成功送出去，我真的很感动，非常的感动，很感激大家的帮忙。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忙，我一个月半的宝宝就真的是没有母乳喝了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激，谢谢。在这么困难的时候，有这么多人帮助，真的很感恩，谢谢你们。你们是我们的希望，谢谢你们。